好，今天是万圣节，然后我们今天要来约克夏的樱花色采访他们，主题是关于 coser 的日常生活，他们逐渐扮成了酷酷迷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去采访吧。我们采访的是约克夏樱花色。好，那我们第一题就是想问你们的 MBTI 是 I 型人还是 E 型人？因为大众普遍印象好像都觉得喜欢 cos 文化的都比较内向一点，所以我们才问这个问题。I 吧。I 当初是怎么进入 cos 圈的？那时候鬼灭很红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就买了第一件 cos 服，然后就一直玩下去。所以你第一次 cos 是 cos 男角？女角子。好可爱哦。我的话就是本来就是个宅嘛，然后想说加减碰一下玩一下，所以就入坑了。我是之前有一个憧憬，就是我在逛场的时候看到很多漂亮的 cos， 我在想说我可不可以跟他们一样，于是我在今年的暑假就买了人生第一套 cos 服，所以我是最近才入坑的。为什么会喜欢 cos 呢？ cos 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？cos 的那个图就是可以成为自己喜欢的那个角色，有种跟现实能分开就比较开心的。我本来就很喜欢穿气动衣服，然后 cos 的时候又可以穿就是很多很特别的衣服，然后有些角色的气质也会跟自己很搭，所以穿 cos 服的时候就会很开心。因为看到他们那么漂亮，我想说我应该也可以有办法跟他们一样成为自己喜欢的角色。曾经有遇到什么事会让你想要放弃 cos 吗？就是你们 cos 当 coser 的心路历程。这一阵就是没有钱，就是没有钱，就是没有钱，没有钱就是没办法玩，没办法买衣服。我的话应该也是没有钱吧，然后再来就是手比较障碍，所以我没办法自己化妆，难度非常高。对，就是每次要 cos 的话都要找人代妆，很麻烦了。我的话也是跟妆容有点关系，因为我刚入，可能妆容那些东西还没那么熟悉，然后画的不是很好。我在场上找其他朋友的时候，感觉他们对我的反应好像有点冷淡，还是怎么样。我后来看了一下自己，发现其实我就是妆画的跟一坨大便一样，所以就是有点挫折啊。那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可以靠练习，然后一点点改，慢慢变厉害这样子。第五题是，如果今天有一个人，然后他对 cos 圈很有兴趣，但是他碍于各种原因，他没有办法，就是迟迟不敢入坑，那你有什么建议会想要给他吗？可以先尝试，就是凡事都要尝试过嘛，你可以试试看，然后觉得有兴趣，然后就可以慢慢的进步这样。尝试再说啦，因为你没有尝试过，你不会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 cosplay 这一件事情啊。想办法挤出一点钱，然后去尝试人生中第一次 cosplay。我觉得除了敢不敢尝试以外，认识对的人也蛮重要的。如果有认识到一群朋友，他们就是对 cos 圈比较熟悉的话，也是比较好引进门这样子。刚开始学的阶段会比较顺利一点。来，最后一题就是，你出脚的时候最讨厌别人跟你说什么，或者是最喜欢别人跟你说什么？最喜欢就是人家可以夸我说，我出的很还原这样。那最讨厌的应该就是那些相反过来。对，就是你不像小妹子。还有那种就是会批评别人出脚出的不好的。我的话最喜欢的那一种，应该是别人夸我跟那个角色很搭吧。对啊，毕竟每次出脚都是别人帮我化妆，所以我其实也不能够控制说自己有多还原这个样子。然后最讨厌的当然也是你出的不还原，因为老子出 cos 是出爽的啊，对啊，出给我自己看，又不是出给你看。OK， 我的话比较特别，我的话我听到一句话我会很开心，请问可以跟你合照吗？这我觉得这是一种肯定啊，就表示说他可能觉得我真的出的很好看，所以他想跟我合照，然后。比较讨厌的话，应该就是比较一些刻板印象的、啊，就是啊，你这个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啊，你们穿这样子要去干嘛？你们是什么同志游行啊，什么之类的吗？或者是宅宅啊，都不读书啊，玩这些一天到晚玩这些东西之类的。不行。所以你们最讨厌别人给你们的那种下的标签是什么？宅宅吗？还是不是宅宅是？宅宅其实不会。宅宅不会。对，宅宅其实不会，就是不务正业。对。然后因为 cos 服又很贵，所以说就是浪费、啊。对啊，超贵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浪费钱在这个上面干嘛？然后化的妆，然后他们又看不懂这样子，对啊。OK，有点不尊重文化这样。那你们一开始的时候会害怕就是其他人的眼光吗？我其实从头到尾都不会。真假的？他平常就在奇装异服啊，所以不会有害怕别人眼光的。那种问题存在。对啊，我当初有小害怕，但是玩到后来觉得还好，因为其实玩 cos 让我增加自信这样。
我也是跟他一样，我一开始也是因为我有在打扮自己啊，然后有时候穿一些可能比较有点特别的衣服，然后当然也是一开始不习惯，但是后来穿那些特别的衣服穿习惯之后，就转到 cos 这边也是觉得也没什么，就我就穿了、啊，然后我就出去啊。嗯，对，对，就很一般这样。嗯 ，OK， 那你们目前有出过什么角色吗？目前两三只吧。我出过，我想想，明日方舟有阿米亚、红云、初雪。我音的话是绿谷初九，原神出过可莉，对，其实蛮多的。那个可莉玩家，那个我是可莉玩家，对对对，没错，原神启动。其实蛮多的，我是从三年前开始玩到现在，对，所以累积蛮多东西的。我的话入坑的第一只角色是那个原神的神里绫人，中间有出过一次那个彩虹色 EN 的 Mr.Every day is heaven fun.